天哪，他的五官好立体精致啊。这高挺的鼻梁我也有就好了。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人。蚊子蚊子。树大原子。脸皮这种东西呢，大不了咱不要了。嗯。是在找我吗？我元哥最痴迷于玉心斋的修复师，哎，就是你。要吸引认识已久的男生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改变固有形象。走，我去做饭吧。哦。其实我哥这个人还挺好搞定的呀。以前你软，现在就得性感。哎呀，师傅。以前你中性，现在就得淑女一点，要带着爱意和羞涩，轻轻一撇。看，回头啊，把那个翻白眼的删掉就行了。烦死了！我也折腾半天还是失重。我怎么了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看看小严。我特意做的这个菜，春笋腌笃鲜。做饭居然这么好吃！残忍，笋都被你们吃了。大熊猫吃什么？你帮我和大仙儿拍张照。幼稚。什么样的男生招女生喜欢？尊重女性，不太多干涉她的选择，并且无条件支持。师傅，好看吗？你简直就是个天才大神。迎合她的喜好，别和她一起沉迷，就能有点智商正常的方法。干活了。好的，师傅，加油！刚那人谁呀、啊？左哥哥，柳轩，我叫，我叫柳轩，追爱联盟正式成立。左哥哥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？比如说像我这种类型的女孩。我喜欢秋元。大好局面，我已经是大了。月里青山淡如画，我的师傅棒呆了。想成为修复师的第一条就是要多读书。